robins was found in 1945 by Bert Buskin and Irv Robins in Glendale, California. This is why it is called Buskin Robins. 它创立于1945年。 种族制是糖精品牌创始人是艾文·罗宾斯·伯顿·巴斯丁。Baskin-Robbins的华语名叫做巴斯罗宾，或就曾被称为31冰淇淋，发源于美国南加州的跨国连锁冰淇淋专卖店，由艾文 罗宾与伯顿，巴斯于1945年创立，以随时都能提供31种冰淇淋口味，则称是世界上最早诞生的 连锁冰淇淋店之一。我选的这个吉祥物是因为它可以跑得非常快，也可以在水里呼吸，也可以在水里跑得非常快，也可以挖矿，它也可以吃冰淇淋。冰淇淋有31种口味。